宫风云不断，飞扑划开，下毒算计，一生只为踏进紫禁城，成为圣眷，后悔。到底是谁要谋害臣妾的孩子？后宫里既然有这么阴毒的人，那就不能让他活着出宫。臣妾别无自信了。我的这碗毒药不为毒身，只为毒心。死了，那挺好。10月2日起，晚间8点至10点，《如懿传》。